守门员一步，准备姿势，两脚左右开立，与肩同宽，两脚跟稍提起，身体重心落在前脚掌上，两腿屈膝并稍内扣，上体稍前倾，两臂自然屈肘于体前，手指自然张开，目视来球。一步，侧一步，常用于扑接两侧低平球。向左侧滑步时，先用右脚用力蹬地，左脚稍离地面，并向左滑步，右脚快速跟上。向右侧滑步时，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。啊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要介绍足球比赛中最特殊的一个位置的技术，叫守门员技术。这个有一位守门员的前辈说过的啊，只要我们把位置站好，球是100%不会进的。为什么？它是很刁钻的角度，你位置在这儿，你的位置已经到位置了，进不了球。所以可见守门员在一个队里称为半支队伍，一个好的守门员顶替半支队伍的作用。那么我们守门员的这个基本技术有几个部分啊？这个第一个就是移动，我们刚才说了，守门员的移动，选择位置移动，它可以封堵掉很多射门。大家看看啊，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守门员的准备姿势啊，看到没有？手臂要打开一点，手臂张开一点，来，脚后跟微微踢起啊，准备姿势，这样一个姿势便于爆发出去。然后移动，侧向的移动啊，侧向的移动啊，两侧的移动，看到没有？迅速移动啊，迅速移动啊，看到没有？迅速移动，随着球的位置的变化，迅速的移动，哎，迅速的移动。还有侧后方的移动，哎，我们如果前面位置在前面了，有球过来，迅速的移动，来，侧滑步移动，向侧后方的移动啊，向侧后方的移动，哎，侧后方的移动，哎，侧后方的移动，这个移动是前面的脚蹬地带动后面的脚，看蹬地移动，看到没有？蹬地移动到了一定的位置后，固定准备姿势。当对方起脚的时候，不要乱动啊，这是一个移动。大家清楚了吗？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守门员接到球以后是发动进攻的第一人。发动进攻有几种方式啊？手抛球三种方式。第一种叫小马，大家看看啊，接到球以后迅速发动进攻，第一种方式下手抛球，哎，下手抛球，迅速抛到队友，看到没有？下手抛球，大家看看啊，接到球以后迅速发动进攻，手抛球，看到没有？手抛定网球。第二种方式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，这个方式发力比较大，就抛的比较远的距离，侧身的抛球。接到球以后，哎，看到，哎，侧身抛球。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上手，肩上上手的抛球，上手的抛球啊，看到啊，接到球，哎，上手抛球，手发球，三种方式啊。然后脚发球，两种方式，用脚发动进攻，两种方式，就是看我们每个守门员的选择，他自己的习惯。第一种方式是凌空球，哎，凌空球发球。哎，当我们前面有很好的进攻机会的时候，前面我们有一个前锋，对方只有一个后卫的时候，大脚快速反击，哎，看看，哎。第二种方式脚发球，第二种方式是反弹球。还有很多守门员啊，有很多优秀的守门员是侧身发球啊，侧身抛凌空球也是一样的啊，哎，侧身啊，也是一样的，这都是凌空发球。那么还有一个是反弹球，踢反弹球，有很多守门员喜欢踢反弹球，哎，反弹球发球，反弹球发球，根据守门员的习惯，哎，反弹球发球，
Understand? Yes. Okay, 休息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就是守门员的一些基本技能、基本技术啊。这个首先就是我们有一个守门员有一个准备姿势，来，大家站开一点，大家看看我啊，准备姿势，哎，双脚与肩齐宽啊，重心向前，重心向前，膝关节微曲，手臂站开，因为每个守门员的习惯不一样啊。现在我们唯一的标准，这个我听过这个国际足联讲课的啊，以前别人也可以这样放着啊，也可以这样放着，但是唯一的标准是你出手快，唯一的标准是你马上能够出去，所以不管你准备姿势手放在哪里，你唯一的标准是球砰马上可以出去做出反应，好吧。然后我们开始练一下这个，因为我们说过了啊，从理论上讲有守门员在是不可能进球的，为什么？只要你移动好的位置，他射门那个角度你正好站在这里，他进不了球。所以我们移动守门员的移动是非常重要的，守门员的移动，我们现在来做一做这个侧面的移动啊，侧面的移动，来，大家看到我啊，准备姿势准备好，像那个像你们的右侧，我的左侧移动，来准备，来移动 ，OK 来右侧移动，很好，下面我们是向侧前方的移动啊，侧前方，有时候要封堵角度啊，封堵角侧前方移动，快速向前移动啊，快速来移动。来，做好姿势，啊，移动，做好姿势。来，先这个方向啊，侧前方的来，走 ，go， 移动，做好姿势 ，OK， 这个方向向侧前方 ，OK， 来再来侧前方，固定，来再来一次这个方向，走侧前方移动跑上去，固定 ，yes， 这个方向跑上去 ，OK， 注意对 ，OK， 好。非常好，凌空啊，哎，凌空，踢一下，凌空，很好，这个踢得很好，来，再来，该你发球，很好，向前抛，很好，部位太少了啊，很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准确，哎，高质量的发球啊，守门员高质量的发球 ，OK， 再来试两次，再试两次。注意，很好，看到没有？部位不对吧？我们总结一下，同学们，千万不要以为你们不会做守门员 ，no， 你们可能不会做守门员，可是你们可能会做守门员的教练。你们毕业以后，出去可能会指导小朋友去打守门员。那么守门员是一项非常特殊的位置，它是可以场上唯一可以用手来控制球的，但它责任也很重，因为我们这个普修教学啊是一些基础性的。希望大家呢，在这个基础上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向这些知识的深面、广面去发展啊！今天大家做得非常好。我们看一看，有些同学移动啊，为什么移动的比较缓慢呢？我们看看这个同学啊，来，你看看，你做移动，来看看，来向这边移动 ，OK， 好，这边 ，OK， 好，注意。Please， 注意啊！大家移动，看我啊！首先是重心，脚跟不要着地，重心向前一点，脚前掌着地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样移动快，这样移动敏捷，看到没有？这样移动敏捷一些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向这个方向来，准备好，预备，向这边移动 ，OK， 来这边移动 ，OK， 好，我们守门员啊，发动进攻，好不容易前面有个机会，结果你没发准。尽可能的准确性，来再来，尽可能的准确性，看到又踢到外面上去了，把球拿到球以后向前面踢了，看到没有，准不准，准确性，所以说把球抛出去向前面迈进去，走再试一下，体会一下，很好，围着棍非常好，来你们也试一下，体会一下，你们也试一下，